上打头，下打根，两边结问，中扎心。这就是少林达摩杖的核心理念。我叫司延成，我2000年到少林寺来。我没来以前，我想着少林寺跟电影里一样，我就想着少林寺可以学到飞檐走壁。到了少林寺，发现这种飞檐走壁只是在电影里呈现的。3、4年以后了，想放弃，感觉就永远突破不了自己，感觉一直在这个状态，那是一个瓶颈。功夫不是一味的学到很多东西，而是把东西要的学得更精。那个时候就开始选择了一个东西成为我的专项，把它研究的更到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达摩杖。这个达摩杖呢，就是在少林棍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扶手。下面呢就是一根短棍，扫荡腿加扫棍这一种互相配合的招式是用来攻击敌人的下盘。扶手分两侧，一边呢就像钩子一样，勾过来之后呢，借力使力，闪躲，再反击。跟他接触的同时，也是以拨为准，不能对抗。像锤子的那一端呢，打法就是砸。是不是啊？来，先给你一块，这给你了。谢谢。练习这套杖法非常考验身体的协调性，讲究手脚并用。我们都会在半山腰有一个很长的长梯，啊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要爬下来，啊，就是为了耐力训练。把身体练得更协调。在对抗的时候，胳膊的力量非常重要。我会经常练习扔石锁，来增加手臂的力量。平时我也会去中中地出租场，因为少林寺讲究一日不坐一日不食，自足自给的生活，在除草时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修行，能够除去心中的杂念，静下心来去做事，等到丰收的时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想要练好达摩杖，不仅要学会它的招数，要想提高它，必须进行禅的修行。禅会让我们懂得思考，会让我们心静下来，会让我们更专注。其实禅就是专注于我们当下所做的这件事，它也是一种信仰的力量。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，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持之以恒了，不会坚持下去了。在修禅的过程中，我又重新认识了达摩杖这套杖法。
达摩藏的奥秘之处在于防守再攻击，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博弈。从少林达摩藏中，我慢慢感受到当年达摩祖师想流传给我们的那种精神。静下心来，做好当下的事，这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。